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一款无油无糖的法式树木面包。现在的面团已经产生很多的气泡了，再撒一些手粉，然后再对折。撒上一些手粉，用轻拍的方式把它拍宽，很多气泡，然后这边戳洞，这样气孔会比较大。慢慢卷进去，如果觉得粘手就可以撒一些手粉。接缝处就把它粘起来。这边可以往里面说，这边也可以把往里面说，然后再撒上手粉，我可以用滚动的方式把它滚进来，
果喜欢今天 Carol 分享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留言及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